是布丁姐姐，我是优格姐姐，我是柠檬哥哥，欢迎来到摸摸花的谷。在学校上课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当然有啊，三万爷爷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小明竟然穿袜子穿凉鞋，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。还有啊，小美剪了一个新发型，但是剪坏了，超级难看的，等一下，亮亮，为什么你觉得小明穿袜子又穿凉鞋很好笑呢？三碗爷爷，因为没有人这样穿啊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小明这样搭配，或许是因为他的脚比较容易流汗，所以小明这样穿比较透气啊。我想，小明这样搭配一定有他的想法跟理由。亮亮，你有去问过他吗？没有我没有去问他还有啊，我相信小美本来很期待她的新发型，大家都会喜欢，会称赞她，她一定没想到你们都在她背后说她的闲话，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。可是大家都是这样啊。那你想一想，要是换成了你，你听到好朋友在你的背后说你的坏话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我会很难过耶。所以啊，亮亮，我们不可以在别人的背后说闲话，任意的批评别人，我们应该多去看看别人的优点才对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撒碗爷爷。谁那么爱撒娇？喵喵叫，要我抱抱。谁又轻手轻脚，跳上围墙，爬好高。谁会自己洗澡，舔舔手脚，理一理毛。身体柔软又灵巧，最爱追着老鼠跑。喜欢小猫咪吗？小猫咪开心的时候会跟我撒娇，要我抱抱哦。爱干净的小猫咪会舔舔自己的手脚，帮自己洗澡哦。小朋友要爱护身边的小动物哦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我最爱的小猫猫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今天吃一吃好饱。是猫猫，今天要介绍给小朋友认识的动物是水母。哦，水母它没有心脏，也没有骨头哦，因为它没有血液，所以受伤的时候也不会流血哦。它的触手布满了细刺，可以蜇伤及捕捉猎物。水母是不是很可爱呢？但是啊，不能随便去碰它哦。再见的时候了，今天撒碗爷爷教的小朋友都记住了吗？大家都要跟萌萌一样，当个不说别人坏话的好宝宝哦。爱
爱说好话的小朋友，哥哥姐姐最喜欢了。某某欢乐谷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